その阿弥陀の国土ですね。これがその位はその上下に当たると。それで盆章を問わずにみんな往生できると。で、これこの道ですね。この無相を修する者はこの章を売ると。それで盆部は無相ですね。これは売ることはできますかと。それ問いで曰くですね。それ答えて曰く、盆部はその知恵が浅いから、みんな僧によってその求めると。で、それだから嘘あっても往生、その必ずおると。はい。浄土というものは、はい。天無量寿経にもある、あるいは観無量寿経にもある浄土というのはみんな嘘の浄土や。はい、そうです。先生、この質問は、その、まあ、浄土宗は、まあ、中国は善法が盛んですね。で、浄土教を軽視すると。それで、道釈禅師は、その阿弥陀教、その勧行を持って、安楽死を作られたと。でも、その中国の歴代の祖師は、みんな阿弥陀教を持って、一心不乱を、その、重視していると。だから、その、はい。で、その、浄土、これは、各さんの質問ですね。その浄土真宗によると、その念仏は仏様から栄光の、まあ、お名号ですね。で、小学は無双、まあ、我力も無双、慈悲も無双、智慧も無双と。だから、法度を売ることができ、往生すると。はい。それで、公明は智慧の力量ですと、その、念仏修行を、摂取するんですね。それ、その、相、即無相ですと。だから、ね、念仏、具が、まあ、阿弥陀仏の念仏は実相なりと。こういう、まあ、理解は正しいが、こんなこと難しいこと言うたって、はい、分かる人は一人もおらへんです。老师说，讲佛法不必讲的这么要那个什么这么这么深呐、啊。だからもうそこはね。はい。老师讲讲这无人听。昔の本願と本願によると。往生すると、これだけでいいんですよ。それ以上のことをごつごつ言うたら、親鸞聖人に叱られるの。親鸞聖人はこんなことちょっとも。阿乐吉这个问答是主要讲什么呢？由不可思议愿力故，反复皆往生。阿乐吉在啊。他在往生有一个有画图有道图啊，他跟你讲那个相图就是画图啊。先生，往生はその法度と経度がありますね。それここはそのまあこれ書いてあるから。うん。うん。昔の本願っていうことの分かった人はこの人は法度に行く。他是说了解不可思议本愿的人，他一定是往生报土。各さんみたいに言ってる人はみんな経度行く。你的话，你就会到报话头去了。一个字又对了，哈。自分の文部の解釈を中に入れとね。深信を深信と受けてないの。そしたら深信を深信と受けたら、それは順でしょ。順でしょ。はい。順でしょ。あと本願に順じているでしょ。これができたかなと。老师说呢。这个还是用自己的知见在体会这个法的话呢，都还不行。那么老师就说，你还是用停留在自己的知解的阶段，不可以。那么老师说，真正你要超越这个知解这个阶段，就是不可思议啊！以不可思议为不可思议，才是真正有办法入这个报纸。所以我。あやとかこやとかいうようなこと言うてたら、この不可思議も不可思議と順に受け取らへん、素直に受け取らへん。はい。で、凡夫の、凡夫の解釈。老师说。凡夫的には。
老师说用凡夫的知解知见来解释的话，没有办法很纯很这个好，这个也是纯很顺的领受，不可思议，是不可思议。그러면어떻게될지好，老师说凡夫的解释的话都是画图。이것도이제따라면안가요신한종류사용하면신의부치도부치는신의신주로도所以那个青蓝圣人他到最后就是佛智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佛智，有的只是这样子而已。嗯，那你进门，你看是你来，我进门，我进门问。嗯，不然问题要问吗？嗯，还有时间呢。先生この方の経験ですけれども、こっちは生阿弥陀仏、生阿弥陀仏唱えてるけれども、心はあっち、あっち飛んでいく、あっち飛んでいくと、どうしたらよろしいですかと。それはやまへんの。それが凡夫というもの。这个就是凡夫，就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原来凡夫就是这样子，取个两波来修个二百丈。那个凡夫的本当的念佛是できないの。嗨，所以凡夫能不能念佛啊？没有办法念佛。嗯。それを自分がね、本当の念仏をして、往生しようと言ってることが、自力の念仏なのね。所以如果说要用凡夫的念佛想求往生的话，那个都是自力的念佛。嗯，何ぼやってもやっても，ね、横ばっか向いとると。然后你会发现呢，不论你怎么用功的念佛，怎么样用心的念佛，我们的心都会乱跑，这个就是凡夫。嗯，だからこそ阿弥陀仏が，どこまでもどこまでも捨てられないと。啊，就是我们心会乱跑，所以阿弥陀佛才更会救我们。嗯，分かっていくと違うんです。老师说，那个我们往生不是因为你做好了，你明白了才可以往生的，不是的。嗯，初めはね、仏教が分かって、心性が分かってと、本願が分かってと思ってるんやけどね、本願は分かりませんと。私らのようなものがどうして本願で救われるのか分かりませんと、それでも救ってやるとおっしゃいますから、もう不思議よりありませんと、もうそこへ落ち着くんですよ。老师说呢，一般我们学这个本愿的人，だから不思議の本願都很想要听懂了，听明白了，哈。然后以为自己听明白听懂了就可以往生了，很多人有这种心态，那么其实那个是不对的，因为你再怎么听再怎么听，你发现听不懂啊，这个听不懂是什么呢？那个愿力不可思议啊，你没有办法真去思议它，因为我们的脑筋再怎么想，你都想不懂想不通，所以这个叫愿力不思议。那么这个法门就说不是因为我们懂了才往生的哦，虽然我们不懂，但是阿弥陀佛这个慈悲愿力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能够往生。那我感到不思议啊。老师说，如果凡夫可以懂的话，就不是不思议了。不思议ということは、しかる縁を知らずして、しかるものは不思議ないという難しい言葉があるけどね。わからんけどそうなる。老师说，虽然我们凡夫听不懂啊，不明白。可是，就是会给阿弥陀佛救度，这个就是不可思议。我刚刚开始心不要来了。老师说，不要那个，不要担心自己听不懂啊。我刚这个啦。信息的一共都尽量的。并不是因为你听懂了、相信了才可以往生，不是这样，不是这个样子。所以ところが信仰承認のそれはすごい。苦労されたところです。老师说，这个是净土真宗很难的地方，也是青鸾圣人他这个苦思良久的地方啊。わからんけど、そうやって助かるとこ。それが阿弥陀仏やと。その阿弥陀仏と私たちの世代が違うもん。老师说，阿弥陀仏はこの世界や。因为我们凡夫的世界，我跟佛的世界是天地之差。
所以凡夫的世界，我们虽然那佛的世界，我们没有办法去思议啊，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啊，不可思议。虽然是不可思议，但是我们很安心。嗯，だからわからんかて、わからんないからと言って心配はいらないの。嗯。阿弥陀佛说：“那，算那个来卡。”哎，老师说。莫塞我说完了，说完了。老师说，不要担心自己听不懂，听不懂也没有关系。啊，阿弥陀佛不会因为你听不懂就不救你呀、啊。你听我阿弥陀佛嘛，该救，给你们还到这点。好。嗯。これあんた通訳できるか、できんか。これは。これ一枚だけでか。これですか。うん。はあ。これでもいいし。それ先生これ書いた方がいいですよ。今このその九ですから。はい。うん。老师说呢，这个获得信乐啊，是从这个如来选择哈、啊，发这个来自如来选择的愿心呐、啊、哈、啊，从如来选择的愿心发起啦。那么开禅真心呢，是从这个大圣金哀的善巧。彰显啊，显彰啊。那么这个是那个教行心证里面的话啊。他们就说释迦弥陀呢是慈悲的父母，是我们慈悲的父母啊，就好像日月那样子啊，灿然好、啊、充满这个就是满天照啦好、啊、然后这个新月日月的光明呢照耀这个暗夜啦好、啊、那么伟哉起这个美哉啊，就说不要在这个地上啊，求先生可能爱人啊，爱人。理想。嗨，就说不要在这个地球上，这个地上求这个理想啊。自分の究極の目的。嗨，就说我们的理想，我们这个人生救急的目的呢，我们要就是往这个西方啦。好。那么呢，就说我们人啊，就在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想要去找真，想要去求常，哈，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处的这个世界是很无常的，可是我们不知是无常，我们去追求常的东西，哈，那么不知道是幻化的东西，我们去求真啊，那么呢，就说我们常常会被自己的心所误导啊，所以这个瑞轩老师就说，叫我们不要被自己的心骗了，要去看阿弥陀佛，哈。看阿弥陀佛的日月的光明啊，然后以主圣的圣语啊，哈，来这个就是说，来引导我们自己啊，然后叫我们不要去烦心世俗的事情，啊，就是不要被世俗的言语啊所惑哈、啊。那么，难道你没有看到吗？慈悲深远如虚空，智慧圆满如巨海，哈、啊。那么就。不管那个人多么伟大，就是不要去依赖那个人啊！好，为什么呢？因为彼此都是凡夫。好，那么老就是说要瑞建老师要勉励我们，要一个心态，就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们都是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要有这种信念在。然后呢，不论什么时候，心中就是有主，就是祖师圣人跟那个二尊，就是释迦如来跟阿弥陀佛。好。共布乾坤呐、啊，啊，就是要我要就是说这句话就是说要我们生活中以主那个青鸾圣人跟佛陀跟那个阿弥陀佛为主，我们遇到瓶颈的时候就是以他们为榜样啊，啊，不要去管凡夫怎么说，因为彼此都是凡夫啦，啊，那么这个法界不思议啦，万物不思议啦，啊，心性不思议啦。佛世尊不思议，阿弥陀如来不思议，阿弥陀如来的大智大悲不思议，阿弥陀如来的大愿业力不思议。哈，那么如果没有以这个不可思议境为不思议的话呢？哈，没有这种大信眼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处理这个生死啊。所以有的只是不可思议哉，不可思议哉。好，那么我们凡夫的。起心动念啊，没有什么价值。好，要我们要去看大虚空，虚空它非有非无啊，好，可是在我们眼前，好，那么虚空它是无心无我的，它能容万物啊，能够那个生养一切万物啊，
所以那个瑞金老师说要我们去看看这个万物，那么然后要我们呢安心于那个阿弥陀佛的本愿力中，啊，然后在本愿力中获得信心呢，啊，因为没有本愿力是没有信心也没有往生的，啊，老师要我跟你讲这一段，我三人我不信你的事，老师说最后就是有的只是转不思议，因为不思议的时候已经没有这里了，没有这个我们的自见了，佛跟我们凡夫完全不一样，这边什么话，目标有个生存要务的不过他的事，だから一年力も何もかもはもうどこまで行っても無限の力。老师说佛的力量是无限的，他无所不至。こっちはもう凡夫の世界や。这边的凡夫的世界。分かったって言ったって知れた。我们凡夫不论知多少、懂多少，都是有限。やっぱ各さんのここまで移動させてこなんだら切られへん。老师说我们凡夫的力量有限啊，所以不论我们懂多少经教也不能从家里飞到这里来啊，还是需要开车，还需要车子带我们啊。お釈迦さんやったら行船から左右門の部屋までピョッと飛んでいきなはる。老师说佛陀呢他就从这个灵鹫山呢出现在这个王宫去救那个韦提希夫人。この一年の孤独のここに大きなのがね、人造力。人造通。老师说这个自然功德有没有，就会出现这个神通力。人造力啊，对。啊。我来你过来，来。啊，我们没有，我们没有这种力量。要把我们还是需要靠双脚。老师说他还算一个拐杖。对的呢。どうもしょうね。これは凡夫の業ですよ。老师说这个就是反复的业力。那还听了吧？他刚才一定还有一个问题，他因为常常中断。讲下面他要讲。好啊，你再讲。这样就这样就好了吗？他就这样念下去吗？他会讲这样。好。对。この報道によるとね。他就是会这样问这一句。この報道によると。是老师来跟他。この報道の是属于本愿力。他说这样就可以吗？这样没关系吗？他就问这样子，我就请老师帮忙给他。做不赢我摸到你。那我也是这样子的。我，明天我给你讲。道德德量，受持。就是。我这工作啊，今天中午再给你问。老师说我们没有神通力，那么我们呢，只是领受哈，感受那个从暴徒来的德用。だからここへ行ったら向こうからみんな見えるよ。老师说，这个依报土的功德，我们去往生报土，往生报土之后自然而然就有神通力出来的。各さんのやってることみんな見えるよ。那么到报土的人呢，他可以看见众生的那个所作所为啊。先生この方さっきね、その口を念仏唱えてるけれども心はそのあやふやですね。あっち行きこっち行きと。で。そのまま念仏続けていくんですかと。そう。あ、老师说对呀。啊，老师说对，你就这样子念下去。そんなもんはね。少女と違うんや、凡夫やから。老师说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圣人，你是凡夫。少女と違うんやから。好，老师说我们都非圣者。誰も見て少女と違うんやから。老师说我们不是达摩祖师。达摩那个他们说什么都没做。对啊。那是不是心里还加加一句子的较好？先生，その心のなこれを念するんですか？念仏するときは不可思議の本願などが言われる。これを念するんですか？これが本間の念仏じゃん。はい。この不可思議の本願とね。はい。これを億年、所以我成名得生哈，对不对？億年するんですか？これが念仏なんですよ。
这样。老师说呢，真正的念佛啊，就是心中意念本愿不可思议。不是，那心经啊。啊，这个就是信心。那个心经啊，没得念不出来。信心当下就是念佛了。我不念那些的，念不出来，很难很难。老师说，你没有意念的人呐、啊，念佛的话，那只是空念佛而已。要加这个下去、哦、加这个下去了、啊嗯、做老师说要两个然后看看两个我老北向了嘛。この一心不乱どこから出てくるかって言ったら仏の神通力、うん、仏の力、はい、これが一心不乱となって、はい、で我々は功德力我的那个我回向功德力的だからこれが他力とこ、はい他力，你看，老师又说呢，我们都是妄念的，我们呢、啊，既然会念南无阿弥陀佛出来，这是谁的力量？是佛的力量，佛的功德力。好，是佛的功德力，让我们能够，你看我们心东想西想，还会南无阿弥陀佛出来，这个就是愿力不可思议，是不可思议的本愿故。那你小气了，所以你虽然你念佛，你看到啊，我心跟欧心外跟欧北修吗？可是你看到自己的心在乱想的时候。那个你要看到啊，我想我真的欧北想我可以当两阿弥陀出来，就让阿弥陀佛的崩完不可思议，你意念这个哈，这样就不是一般的通途了，有口无心的念佛了。然后就是啊，那开始叫分界嘛，这长久的熏习。熏习啊，经常爱讲。那个安泰的病给你拿的呢，頭がボケてもね，大丈夫。これが来るんだから。老师说呢，你这样子就是说，继持续呀、啊。你先就是说，有一天你生病了，那健忘了，也不用担心阿弥陀佛不救你，阿弥陀佛会救你的。阿弥陀佛不救你。老师说我们会健忘，但是阿弥陀佛不会健忘。香港行くとね、それを心配した人がおってね、一心不乱やからね、私一心不乱なかなかならへんって言ってね、言うてくるもんやから、誰の一心不乱やって。この一心不乱はここから来てる一心不乱やぞ。あんたもうだから最近病気になったら後もボケるやろって言って。ボケてもあみだぶつのこれはボケないからって言って。在香港有一个师姐呀、啊，一个她呢，她就来问老师啊，因为她看《阿弥陀经》嘛，要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啊。他说：“老师，我如果那个得老人痴呆，阿弥陀佛还来救我吗？因为他没有办法一心不乱呢。”那么老师又就跟他说呢，就像跟你讲的啦，那个一心这个一心不乱不是凡夫的一心不乱呢，是佛的一心不乱哦。啊，我们凡夫会把佛忘记，但是佛不会忘记我们。啊，今でも行くとね。今でも香港行くとね。あんたボケたらどうするっていうと、私ボケます。阿弥陀佛不给你大丈夫。所以老师每次到香港看到那个人，他老师就问他说：“你得老人痴呆怎么办呢？”老师每次看到他就问他这句话，他说：“我会痴呆，阿弥陀佛不会痴呆。”然后就跟老师讲。这个本当の奥念念仏信心はここから来る念仏ってなかったら嘘なんです。老师说真正的意念是从佛的自然功德力让我们启动意念的心的。こんな分裂した心の念仏はこんなもんダメ。那么用我们这种分裂的心来，就是用这样分裂的心来念佛的话，那个都是自利的念佛。那老师想。这个能够到这样子，是时间要很久，先生啊，很久。この奥念の念仏になるにはやっぱり時間かかるんですか？それはやっぱりかかるね。需要时间。やっぱ不思議が不思議と通ってくるんです。老师说，観音道交去的。不可思议，佛的不可思议会让我们感受到不可思议，啊，那个就需要时间了。不要把这个文当成死文字了，让它活化。它是活的。是活化的。就是佛的不可思议力一定会贯彻我们的身心，让我们感受到不可思议。順に順に順にこうなっていくのね。
老师说那个不可思议进入到我们心中的时候，就会让我们起这纯纯顺心的。那是要从文化，一直文化。现在过来把你敲门进来的啊，刚刚。对，要透过听闻佛法。敲门是的，把你。听闻佛法。我先给用那个。然后读圣教。用啊，可是我拿了勉强都这样哟。老师，我们说我们。可是我拿专门的勉强我当了。不是为了要变得有学问啊，有知识，不是的。往生排第一不是为了就是、啊、那时候本身很多的疑、啊、看到圣教有疑、嗯、有疑说才一定要来这个疑呢一定要来问问老师、啊、不也为自己的往生因为那个疑呢会把自己那个这个东西会堵住、啊、那个疑要有那个疑、啊、像那个我看那个无量寂超是有一个、啊、若行若性、啊、这一世不会是阿弥陀如来嗯，变音所回向，嗯，会无音他音了，嗯，啊不，这种我都看无，无音他音了，什么？啊我，因为我看错不问吗？先生安呢？莫西库，你说那个若行，若性，无音不是阿弥陀的清净就回向，啊，所以阿弥陀佛只能弘安的鼓励，又清净念心所回向，修修善行，那个有什么ところにあるかとある。その後ろの言葉がわかんない。その無音他音なし、に寄らずと、そこの言葉がわからないと。音なくして他の音は出てこん。没有音的话，没有音的话，不会有他音出来。啊，这两个就是不太开心。これは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と。嗯。哈。因为天地的自然的法则给。老师说这是天地自然的法则。嗯。なんでも因果の法則でしょ。老师说这是因果的法则。信心の因果はあるんですよ。信心的因果。念佛の因果は、念佛の因果は阿弥陀佛の本願が因になって。念佛的因果是阿弥陀佛本愿为因。啊，那什么叫为因？啊，他音呢？嗯，这是他音哇。非他音。その音なくして他音なしと、その他音とは何ですかと。音なくして。他音なし。他にはな。はい。日本の新南会みたいに、はい。わしが信心いただかしてやるとか、はい。そういうこと言うのがおるんです。おおお。そんなもんと違うとか。这个他音呢，就说老师举那个像日本的青南会啊，他就说，我让你得到信心。我让你得到信心决定、嗯、那个就是他音了。嗯嗯。那么我无音他音的无音就是阿弥陀千千愿力他就做音了、啊、不是没有这个。就是没有阿弥陀的本愿力为音的话你就没有我们就没有办法往生。往生、啊、那他音就是。他音就是。别人的地方。就是别人的力量。除了这个音没有别人的力量。就是阿弥陀的本愿以外没有其他的力量可以让我们生他。无因就是阿弥陀愿力，他因的就也不是他就是阿弥陀自然的愿力，也让你讲一下先啦。这个我头个听讲哦，这个阿弥陀本愿，其他都不是对啦。因为这个因果哈，因果法则是用的自然法，因果法则嘛哈。就是有的是阿弥陀的本愿为因而已。无因，他呢？我说你心里在那个想要就是，我这个过一句的，そんなこと、そんなもんと違うとこ。就说呢，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在日本热青年会很盛行嘛，他们已经忘记阿弥陀佛的本愿了。他们就是我，你来依我，你来依止我的话，我就让你得到信心决定。好可怜啊！就是比阿弥陀佛还伟大，比青年圣人还伟大。好，那结果呢？应该讲到那个佛陀的力，就是佛力。佛陀的一年的苦力，佛的自然功德力。什么不可思议的本愿力？不可思议的本愿力。就是不是没有这个因，就是阿弥陀本愿力为因。对，那除了这个因以外，没有其他的因了。会无因，他因有也。不可思议的本愿力，那苦毒。それだから因縁や、因縁力。そこで各さんがわしがしてやるからって言ったって。もう分かった。はい。就是说了三次的重复的话，我说你已经听明白了哈，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而已的。对，就是说，老师说呢，那个为什么会有那句话出来？因为很多学本愿的人，他们都忘记阿弥陀佛的本愿，忘记青南山人，然后那个人
就高高在上，然后他就我可以让你获得信心，嗯、你来医治我的话，你还对呀、啊？那变成成佛了，也是变成不是，他就高高在上，自己就当成那个高僧大德。他有能力去指导别人，让大家有信心，但是要知道，以为自己就这个东西哈、啊，应该叫你获得财呀。他不，我是看很久看不到这什么东西意思嘛、啊，他你来获得财，为什么？对对，哎，今の言葉。一言でも僕の長年なな長い時間いただいている疑問がみんな、はい、解けたと、はい、はい、就这样说，所以说老师可会在这边，他点着我的讲，我圣人讲吼，佛法无人说了，谁知莫能解，万经我之父啊，就讲这个东西、啊。だから先生が大事です。先生の言葉なければもうあの疑いはずっと思ったままですと、对啊，就这样东西嘛。这位老师，我你不要怪我说我不所写那东西了，实在是我一个也是一个客一个临门工，他们客气啊那面啊，但是我没有其他的心呐、啊。紙書いた紙の内容先生怒らないでください。你也不能怒ってもいい。客气的心而已啦，哎，是我写客气的心了，我写。我ただ、我是もったいない、もったいない心だけ。你包括上海嘛？その人たち僕が来ないのは本当に惜しいと。我也讲了啊，实在是用百千块钱能找一个，我感觉我感觉呢。老师说你的用心良苦，老师可以体会到，但是老师说不要把精神用在那上面。我是说，老师说这也是说老师点破就好了，你就把心放上面，自己走吧，还能念。好，那就讲到这里。好，阿弥陀佛。好。